大家在生命里都是做工的人，所以要彼此保护做工的人，大家都很不容易这样。因为这件事情是去年出的事，然后其实我后来经历过的所有的剧组都很重视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也是要告诉大家，就是大家有因为那件事情，大家很谨慎，然后也很重视安全跟所有工作人员的时数的，那还在一个波荡期，我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。没有那件事，我们也都很重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有更重视啦。对对对，非常重视，非常重视这样。其实我们在上面 YR 是掉了五条。对，我们就是工地的一定会有一条，那我们拍戏还有多一条，所以是非常安全。对，那有绑很久吗？啊，绑很久是不，有一点困难，因为那时候有点胖。绑起来要一段时间。不是，我是说绑会咬掉。对啊，会啊，你越胖越难，越绑越难。这次再回来绑，有会害怕吗？害怕什么？之前一样，就可能怕高啊。哦，我们这次的高度比以前更高很多，高很多，而且是没空的。上一次在影集的话是铺好水泥了，我们这次是只有钢铁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但下面有安全网，有安全网，你不要让他们误会。有安全措施，安全是有的。安全措施就在做。因为我觉得这种地方，你再有什么安全措施，我们心里还是会怕，还是会怕。那个课程很特别，就是让你爬自己爬一个柱子，爬上去，然后那柱子有18米，对，然后那个30公分，对，是近30公分。然后那个最高点呢，它有拉了两条线，两条钢线。那你必须一个是用手抓，一个是用脚走，就通过这两条钢线走到对面去。对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垂直的一个木柱，我们自己爬木桩爬上去，直径30公分，对，18米，就是你爬到最上面你要站起来，对，站起来之后它有个单脚跳下去抓，所以那个难度是你爬其实是累而已，最主要是到上面你要怎么，只是一个柱子你要怎么站起来。对，不好站，对对，然后站起来要跳过去对面，那个是最难度最高了。这次跳远场，然后下一次可以去挑战一些极限体能，还是台湾的，看我们到时候的体能还是不行。我觉得可以耶，可以哈，对啊，可以，刚导演要写了啦，导演要写了。